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极客真会玩》，我是小飞。相信大家都看过钢铁侠，托尼·斯塔克穿着那套钢铁侠外衣，上天入地，拳打反派，脚踢外星人，好不厉害。而在现实中，红牛公司联合英国航空工程公司 Gravity 最近推出了一款可以让你分分钟摆脱地球引力变身钢铁侠的个人飞行器。这款飞行器配备了六台喷气推进式引擎，每条胳膊上两台引擎，另外两台则可以固定在双脚上或者背部下方。此外还有一个背包为所有引擎提供燃料，如果有足够的动力，这套装备可以达到每小时数百英里。另外飞行员们还配备了一个有 LED 屏幕安全头盔，这个头盔会显示飞行状态和剩余燃料等飞行信息。虽然这套装置能够帮你起飞，但还是需要你通过手脚来控制飞行，所以说没有一个健壮的体格还是没法驾驭它的呀。整个飞行器目前还处于研发阶段，想成为钢铁侠那样酷炫的装甲还需要等上一段时间，不过现在小飞已经开始存钱准备买一台酷炫的飞行器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发现更多新奇好玩的科技产品，欢迎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或者微信搜索 GeekView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极客世界。我是小飞，我们下期再见喽。